主内弟兄平安，今天是神的主日，今天是神的主日，让我们预备心来等候神。我们等候神，看神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说，还是我们需要被改进的、被修复的、被更新的，求主亲自与我们沟通。我们预备心进入祷告，与神连接。主内弟兄平安，那我们站立起来做今天早晨的宣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诗篇113篇1到3节，阿们，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是的，将荣耀归给神。让我们一起的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上帝。是的，我们要来唱，因为荣耀就在这里。神你的殿中，我们要全心全意全意的来爱你。我们
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来等候你。是的，我们要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哈利路亚。Thank you.
宣召我们没有怀疑，是的，主耶稣，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我们的心也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们的舍命。主啊，这里每个灵魂你都爱护，你都珍惜。主啊，我们献上感谢，主耶稣，今天早晨，主啊，你赐给了我们属于你的梦想。主啊，你也带下你的国度如同在天上，而且你也赐给我们奔跑不倦的力量，如同鹰展翅上腾在天空翱翔一样。是主耶稣，今天早晨，主啊，我们要来再次的感谢你，主耶稣。主啊，过去的一个星期，主耶稣，发生所有的一切事情，无论是好事坏事大事还是小事，主啊，任何一件事情，主啊，都是不平凡，因为有主你的带领里面。是主耶稣，主啊，因为每一天都有你的荣耀降下来，都有你的荣耀与我们众人同在。是主啊，我们的心时刻都不要忘记你如何舍命，所受的鞭伤，所留下的宝血，如何来救赎我们。是主耶稣，主啊，这时候我们要来你的面前献上感谢，我们敬拜是要将所有的荣耀
归于你，因为你真配得，你配得所有的颂赞。当我们在敬拜呼求的时候，荣耀的云彩充满了这地，充满了遍地，从我们中间传出去。是主耶稣啊，你医治这地，因我们需要你，也愿你的国降临在这里。是主耶稣，谢谢你过去的保守，过去的带领，都与你的恩典，也让我们在服事里面能够触摸到你。在每件事情上，我们都渴望更多遇见你，经历你，因为我们爱慕，我们等候你，耶稣。是主耶稣，主啊，此时此刻，你让我们再次能够进入你的恩典里面，数算你的恩典。我们手头上的工作，家庭的琐碎事，家人们的关系，每件事情，主，你都赐予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属天般的智慧，来行每件事情，也恩膏我们每个人的口，都能够说造就人的话，都能够说蒙神喜悦的话。是主耶稣，每一句话都带着你的能力，带着你的恩典，每句说出来的话，主耶稣，不但能够改变人，也能够改变我们本身自己。是主耶稣，在座每一个灵魂，你都爱护，你都珍惜。谢谢你，耶稣。我们相信，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你都把我们捧在你的手心里，呵护着。我们也感谢你的恩典，你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也为我们前方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沙漠开江河，在绝望中有盼望。是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主耶稣。是主耶稣，主啊，我们这个时候也来为我们的教会的事工，我们教会的活动来祷告。是主啊，求你兴起教会的每一件活动中，无论是外展、祷告小组、关怀小组、小组团契，任何的一件团契里面，主耶稣，主啊，你都与活动中同在。主，我邀请你进入每一个事工里面，进入每一个活动里面，与我们众人同在，与我们的每一个关怀小组的领袖们同在。耶稣，在你事工里面，我们有盼望，我们在你事工里面经历你，遇见你。耶稣，我们把我们每个活动的，我们本身的最好的都献给你。耶稣，你要的是我们的全心全人。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是主耶稣啊，
你带领每一个事工活动里面，你要来兴起。这主耶稣，你的宣召在每一个活动里面都有你的旨意。主耶稣，你要再次呼醒我们那个起初的心，再一次提醒我们你是如何为我们舍命。主耶稣，在你的活动中，在你的外展中，在你的事工中，你要来建立不一样的团契，不一样的凝聚力，不一样的灵命成长。主耶稣，你让我们每个人不同身份，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族类的来到你面前，我们都同心合意来在你国度里面合一。是主耶稣啊，我们把每一个活动都仰望交托在你脚前。你呼醒每一个灵魂，鼓起他们勇气，鼓起他们的软弱。主耶稣，主耶稣，你的宝血已经赦免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我们应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事工中来服侍你。主耶稣，在你的事工里面，主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瑕疵，可是主耶稣，我们在瑕疵中我们磨合，我们成长。是主耶稣，你亲自与我们说话。无论我们教会举办的祷告会、外展活动、关怀小组、招待小组、敬拜团契，每一样事工，主耶稣，你都呼吁你的人来到你的事工里头。是主耶稣，把一切荣耀交托，荣耀归给你。是主耶稣，这时我们用主祷文来回应你。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阿们。还没有坐下来之前，我们也向我们左边、右边朋友们招个手，说遇见你真好。可以多说一点话，不要只说遇见你真好，好不好？是的，爱加贝欢迎你成为一个培养门徒的教会。会这种挺壮哈。那我们看下一个，四月份的顺畅呢，将会由这个 Track 牧者退休会，4月3日到7日哈。四月份的圣餐将于第三个星期日，4月21日，而不是第一个星期日，大家请注意，将会在第四个星期，第三个星期日祷告会。有谁看到这个很兴奋的？好像没有人很兴奋。我再喊多一次，有谁看到这个会很兴奋的？只有笑笑嘞，可能我要叫牧师我们去祷告了。那我们在2024年3月9号，就下个星期六，
就是每一个星期六下午一点半，在这个三号这个三楼的八号课室，每一个星期六，每一个星期六，每个星期几啊？几点钟？谁讲的？我这边写的，你们讲的吗？刚问你们，你们说的，每个星期六下午一点半，几楼啊？三楼几号课室？八号哦。这个礼拜要来吗？要。几个说要的？我拍下来。我看到有好几个举手哈，谢谢你们哈。那我们看下一个哈，外展团契哦，三月十五号，这个有人看到吗？有啊，有没有声音哦？跟刚才一样。啊，下就是这个是在第三个星期哈，星期就是三月十五号晚上七点半八号课室哈。这个几点钟？几点？七点半哦。星期几啊？星期五啊。会来吗？会。会的举手。没有嘞。那你们注意了哈，就是在三月十五号星期五晚上七点半，也是一样，第三楼的八号课室哈，那我们到时间。星期六有来吗？那第三个礼拜的星期五有来吗？拜五来了，拜六来吗？要啊。没有声音了，完蛋了，完蛋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啊，要不要做多一次祷告哈？那我们看下一个。这个要来吗？怎么来的？外展活动啊，什么时候？三月十号，就是下个星期日，两点钟到三点半。如果弟兄姐妹你们还没有报名的，我感觉你们好多还没有报名哦。虽然是同工，你们也可以报名一下。这里有一个 QR 码，你们要扫一扫吗？可以马上扫，马上报名，马上有一个位置，马上有一个高点。那么这个在下午两点到三点半，在哪里啊？我们在二楼这一个厅啊，两点到三点半，还没有报名也可以扫码，马上报名，那我们可以预备什么？预备糕点给你们，给你们 high tea 吃。然后呢，我们邀请谁过来啊？突破之家，突破之家是他们是做什么的？哦，吸毒的，哇，就吸毒才可以过去，悔改的，啊，搬家的，啊，搬东西的。我们邀请他过来这边做，他会带他的团队过来这里做他们的节目的呈现哈。那么邀请我们更多的亲朋好友，我们本身如果要来经历的，也是能够可以。这个不单单能够经历新的生命，我们本身的生命能够也被激起来哈。别以为只是能够激发别人哈，你自己被激发了吗？如果自己还没被激发的话，我邀请你也是一起过来。有时候我们的人需要被激发，好像来祷告，你被激发了没有？还没有，对不对？你看没有声音，有声音的话就是被激发了，对吗？那我们看下一个哈，爱加贝卫理公会洗礼与接收为会友，将在2024年三月三十一日下午两点钟。需要报名的可以找我们的传道来报名哈。如果你有本身还没有洗礼的，还是已经来了教会很久了，还是还没有成为教友的，可以来向传道报名，传道会给你上一系列的课程，然后进入教会，好不好？成为教友好不好啊？好像没有力嘞。虽然我生病啦，你们也没有比我还要弱吧，对不对？好不好？成为教友好不好？谁还没有成为教友的？
啊，我看到有手举起来了，啊，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教友哈。给我们记得，我们向传道来报名哈，蔡传道报名哈。来，我们下一张。爱加倍的 WhatsApp 广播频道，你们是否有时候没有收到教会的这些报告？如果没有收到的话，你们需要把教会的这个电话号码给储存下来，然后你可以放，你要放什么名字都可以了，过后它就会变成他们的名字了。如果你不会的话呢，你可以找教会的同工保存你的号码，或者呢，你可以找你的组长也可以哈，帮你储存你们的号码在手机上。那么呢，你们下一次就会接收到教会的这些讯息啊，礼拜一也会收到啊，礼拜三也会收到啦，可能天天都收到啊。你一收到了做什么啊？看看哦，看看要祷告，看看祷告，然后。再祷告，祷告然后再祷告，祷告不够，拜六再来祷告，对不对？祷告完了，然后礼拜天敬拜赞美神，跟神说什么？神，我感谢你，你让我一个礼拜又无惊无险，献上感恩嘛，要感谢嘛，对不对？那我们看下一个，我要做工了哈。我们一起来祷告。下巴天父主啊，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我们手头上的工作中，你来赐福，你都来想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手头上工作，我们所赚取的金钱财物都属于你的，主耶稣，我们这时候把一部分来归还给你，成为我们的初熟的果子，交托给你，奉献给你，让这些金钱都用在你的事工里面，都能够造就更多的事工。撒巴天父主啊，你来帮助每一个金钱的使用，我们把一切都献上感谢，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是弟兄姐妹，这个时候能够上前来做今天的奉献。虽然我们有主日，不过我们已经换了程序，我们可以上前来做今早上的奉献。箴言三章九节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俗的土产尊荣耶和华。那我们一同站立，天使天
请坐。上帝永恒的约，我们邀请我们的牧师。谢谢。If you are following the Bible reading plan, today we are reading chapter Ezekiel chapter 16, chapter 15 and chapter 16. 如果你跟着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个读经的程序，今天你应该读到这个以西结书第十五与第十六章。I've just picked up a few verses to share with you.我只选择呢我们这个当中的 几节经文。So I'll read from Ezekiel chapter 16, verse 1 to verse 7, and then 59 to 63. 牧师选择了这个以西结书第十六章第一到第七节，然后呢，就跳到五十六到五十九节。But then after that, I'll tell you the story of those verses in between.五十九到六十三节哦，说然后呢，牧师也会在中间那些没有读到的经文，让你知道当中的那个故事。Before we read, let us pray and ask God to help us to understand. 我们在还没有读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让我们来理解它当中的经文。Father, even as we read this story and try to understand the stories that you tell us.We ask that your Holy Spirit will speak truths into our hearts. 主啊，当我们来到来读到你的经文，来读当中的故事的时候，求您的圣灵把这个真理呢吹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来明白你的经文，你要说的话语。You say that your word is like a two-edged sword. 您说您的话语有如双刃的剑。It cuts deep into our hearts. 深入我们的心。So God, we pray today that your word will indeed cut right into our hearts. 所以今天我们求您，让您的话语确确实实的切入我们的心。That we may understand your truths and your heart. 让我们来认识您的真理，也了解主您的心意。And respond to you. 来回应您。We pray in Jesus' name. 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Okay, so Ezekiel chapter 16, 1.To seven. 以西结书第十六章第一到第七节。You go ahead. 我来为大家读好这。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论到你出世的境况，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谁的眼也不可怜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怜恤你，但你出生的日子仍在田野，是因你被厌恶。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雪中，就对你说：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你就渐渐长大，以致极其俊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你却仍然赤身露体。And then verse 59 onwards. 然后我们再看五十九节到六十三节。五十九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这轻看誓言、背弃盟约的，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定永约，
你接待你姐姐和你妹妹的时候，你要追念你所行的，自觉惭愧，并且说，我要将他们赐你为女儿，却不是按这前约，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要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心里追念，自觉懊悔，又因你的羞辱就不再开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Earlier, a month ago, we were studying the book of Jeremiah. 大概一个月前，我们还在探讨这个耶利米书。And you'll notice that Ezekiel and Jeremiah talk about the same things. 你会发现到呢，耶利米和以西结说的都是同样的，大概是同样的东西。But you may also notice that Ezekiel's style is very different from Jeremiah's. 但是你会发现呢，以西结和这个耶利米的说法呢有一点不一样。Jeremiah talks about things that will be. 耶利米说将会成就的事情。Ezekiel tells a lot of stories. 以西结却说了很多的故事。I think many of our era, you will remember late I saw. 我们的这年代哦，大概很多人会记得李大傻。We all love his stories. 我们喜欢听他的故事。But then his stories also very long, right?但是他的故事却很长。So sometimes when we talk, you say, "Wow, you also like Li Dai Song." 有时候我们跟人家说话，哇，你讲话之后很像李大傻。But Li Dai Song, when he told stories, there were also lessons behind them. 但是当李大傻在讲故事的时候呢，他的故事后面呢，却有要我们学习的这个意义。His stories also often involved daily life, the things that people know. 他的故事呢？包容了我们平日的生活里面的一切。Things that people were familiar with. 人家很熟悉的。I remember when I was young, I used to listen Ready Fusion, all that never stop. Addictive, like Korean drama like that. 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听那个立地呼声，一直听没有停止的，好像现在人家在看韩剧一样。Ezekiel is a bit like that. 以西结有一点像这样的。He tells stories that have to do with what people see, what people understand. 他告诉我们的故事是我们所看到的，人家所看到的。But behind that are very deep lessons. 但是在背后呢，有着很重要的故事。But Ezekiel doesn't tell stories about other people. 但是以西结呢，他不说别人的故事。At the end of the day, it's telling stories about us. 他的故事呢，是在讲我们自己。And so even as we read today's passage, it has to be about me. 所以今天当我们读的这经文的时候呢，这一切呢是有关我们自己。It's not about what that guy are always like that one. 不是说那个人啊每次这样的。The challenge is always, what is it about me that God is saying? 那个挑战呢是神要对我说我个人什么事情。So if we listen to this story and we immediately think, what that one like that then please don't listen. 但是当你在读这经文的时候，你觉得，哎，这个是在讲某某人哦，那么你最好就不要再听了。Because the Holy Spirit wants to take these stories and tell us about ourselves. 因为圣灵呢，要用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有关我们自己。So Ezekiel tells this story. 所以以西结说这样的一个故事。And in this case, he's telling.Jerusalem, the people in Jerusalem. 在这里，特别是跟耶路撒冷的人说的话。And he said there was a baby. 他说有一个婴孩。The mother and the father were supposed to be condemned people. 他们的父母呢，应该是被这个遗弃的。They were not people who were blessed by God. 他们不是受上帝祝福的人。And when this baby was born.Nobody cared for it. 所以当这个婴孩出世的时候，也没有人去理会他。They didn't wash him, wash her. 他们没有为他洗澡。They didn't even cut off her umbilical cord. 甚至他的脐带也没有被剪断。They did not wrap her up in clothes. 他们也没有用这个衣服把她包裹。They just left her in her own blood. 他们就让她在她的血泊中。No one cared for her. No one even felt pity for her.
没有人关怀她，也没有人可怜她。She was a baby that was thrown out into the field. 她是一个被丢到旷野去的这个婴孩。One day, God came and saw this baby in the field. 有一天呢，神看见这个在操场里面的这个婴孩。And God bathed the baby, washed the baby. 神为他洗澡，洗了他。The baby was about to die. 那个婴孩就要死了。And God said to the baby, "Live, I want you to live." 神却对他说，活着，我要你活着。But God didn't just say it. 神也不是单单说这样说而已。He did a lot more to the baby. 他为这个婴孩做的确实很多。He made the baby grow up strong and tall. 让这个婴孩呢，长大，然后呢，健壮。And then he put beautiful clothes on the grown-up woman, the girl who was growing up. 他为这个小女孩呢，穿上这个漂亮的衣裳。And he said to this girl who was growing up, "You belong to me." 他跟这个小女孩说，你属于我。And then he put beautiful clothes on her, put a crown on her.Made her a real beauty. 让她穿上美丽的衣裳，也给她戴着这个冠冕，非常的漂亮。As this girl grew up, she became really beautiful. 当这个女孩长大的时候呢，她确实是很漂亮的。But when she grew up and became beautiful, she didn't keep her beauty for God. 但是呢，当她成长，虽然是漂亮呢，她没有把她的这个靓丽呢留给上帝。She used her beauty to attract many, many different men. 她用她的这个靓丽呢，来吸引其他的很多的男人。She wanted to be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in the world. 她要成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She wanted every man everywhere to like her. 她要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男人都喜欢她。Didn't keep herself just for God who cared for her, but gave herself to everyone.他没有把自己人留给上帝，相反的呢，要很多的人得着他。And when God gave her sons and daughters, children, precious children, 当上帝给他孩子的时候 ，she gave them away. 他却把他们遗弃给别人。In fact, she felt that these children were nuisance, and she killed them. 他觉得这些孩子呢都是累赘，然后把他们杀了。Because all she wanted.Was to be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in the world. 因为她所要的呢，就是要成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In fact, this woman was worse than a prostitute. 其实这个女人比那个妓女还要糟糕。Because a prostitute would give herself to earn money. 因为妓女呢，会把自己献出呢来赚钱。But this woman would give people money just to attract them to her. 这个女人却把钱给别人来吸引他们。God says.Something very, very wrong with you. 上帝说呢，你确确实实的有很大很大的问题。The story stops here for a while. There is a part two to it, but the story stops here for a while. 故事呢在这里暂时停止了，但是有第二个续集。See, the message to Jerusalem was this: that Jerusalem was supposed to be destroyed. 这个。故事呢，是要给这个耶路撒冷一个信息，说他们将被毁灭。When God said, "Your father was an Amorite and your mother were Hittite," the Amorites and Hittites were people that God was going to destroy. Hittite. Canaanites. They were Canaanites. 他说你的父亲是亚摩利人，你的母亲是这个Hittite赫人，对赫人。These are Canaanites who God was going to destroy. 这些都是迦南人，上帝要除灭的。So he was saying that Jerusalem, you were supposed to be nothing, destroyed. 他说耶路撒冷，你是就是无名的，你是没有的，你是要被毁灭的。No one cared about you as a city. 没有人呢关心你这个城市。You were to be a city that was to be destroyed as well. 你要成为一个被毁灭的城市。But I made you a very successful nation. 但是我让你呢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城市。What have you done with what I've done, what I've made of you? 但是呢，我为你做的呢，你
把它怎么样的应用了。First, you went after all the other countries. 你开始追随其他的国家。Because you wanted to be the most successful, most powerful, most popular city in the world. 因为你要成为那最成功、最有名的这个国家。In the process, you sacrifice your children. 在当中呢，你把你自己的孩子牺牲了。And now, you have gone so far from me. 你离我非常的远。It was then that this message was made to the people in Jerusalem. 所以这个就是给耶路撒冷人的这个信息。But this message is also relevant to each of us. 但是这个信息呢，对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用。First question is, do you remember what you were like when God found you? 第一个问题呢是，当神第一次寻获你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的心情，你那个时候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It's been a very long time for some of us. 对我们当中一些人来说，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Some of us 40-50 years even when we knew Jesus Christ. 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认识主已经40-50年了。Do you remember what you were like before you came to Jesus? 你还记得你还没有来认识耶稣之前你是怎么样的情况吗？ Some of you were very poor. 你们当中一些非常的穷苦。Some of you were very rich. 你们有一些是非常的富有。Rich or poor, you had a lot of problems. 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呢，你当时是有很多的问题。Many of us were carrying very heavy burdens and struggling with life. 我们当时呢有一些背负的很大的重担，在生命里面也没有希望。Outwardly, some of us were very successful. 在外人面前，有一些可能觉得非常成功。Many people said I was very successful. I looked very successful. 很多人跟我说我你很成功你看起来也是很成功。What they didn't know was that inside was very broken. 但是他们知道你里面呢其实是破碎的吗？ So desperately needing God. 非常的需要神。So we remember what we were like. Different backgrounds. Some came from very terrible backgrounds. Some came from happy homes. And yet, somewhere inside us, there was a cry for help, cry for God. 我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家庭，可能很美好的家庭，可能没有这样美好的家庭，但是呢，很多人却不知道，我们心里面真的有一个空间在需要神，在向神呼求。Do you remember those times when you first knew God? 你还记得你首次认识神的时候吗？ When God made you beautiful.神让你成为那漂亮的。When he lifted up your burdens, took away your burdens. 当他提起你的这个负担，他让你从你的负担里面得着自由。Sometimes our one test is simply, do you still enjoy reading the Bible? 其实一个测试就是问你，你今天还很愿意读圣经吗？ Do you enjoy coming to church to worship? 你还是否还愿意来到教会来这里敬拜神。It's a good test because I remember very often when we first came to know Jesus, we loved reading the Bible, we loved coming to church.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测试，因为你如果记得你刚刚认识主的时候，你很喜欢他，读他的话语，你很喜欢来到教会。I remember when ministering in the prison, I had one guy who was such a tough gangster, even when mother died, he never cried. But when Jesus came to his life, he came to church and just started crying and crying. 我记得我在那个监狱服侍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健壮，看起来非常健壮的一个这个囚犯他来接受他的母亲过世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没有流。但是当他来接受耶稣的时候，要认识神的时候，他来到教会他是哭着的。There is so much joy when we first came to know Jesus. 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多么的喜乐。But after 20 years, 我老闲了。二十年后呢，你可能说，哇，我父啊，真的很累啊。江源 again asked me 要不要来什么祷告会。哎呀，对啊，江源这个不用翻译了。祷告什么？
我 有很多东西做嘞，很忙哎。可以继续可以。And you know, you can tell, right? 哇，惊险啊！可以发现到哈，你现在就觉得哎，非常累了。再来了，邱明李牧师再讲道，好像雷打锁一样。But you know, you may notice the change in our attitude. 你会发现到自己其实哦，态度上有改变。But there are many other changes. 也有很多其他的改变。At one time, you serve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Never mind how hard, I will just serve God because I love Him very much. 有一个时候你在侍奉神，你非常努力的侍奉神，而且你不惜一切，因为你非常的爱他。One of the problems after a while is we get very competitive. We want to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但是呢，一段时间后呢，我们开始哦，要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比较。Jane was born mute, dumb. 珍呢，她是出世的时候呢是聋哑的。But God healed her and gave her a voice. 但是神医治了她。给他这个声音 ，such a beautiful voice， 非常美妙的声音。And she used that voice to sing again and again。她用那声音来为神来唱歌，一直在唱歌。She sang to God。她向神唱歌。She sang to others about God for God。她向其他人唱有关神的歌。It was always for God。是一直为神。And God made her voice so beautiful, beautiful gift. 神让她的声音变成非常的美妙，非常好的一个恩赐。But after a few years, she thought, actually, I want to be famous. 那几年后呢，她告诉自己呢，哎，其实我想要出名。I want to be better than everyone else. 我要比其他的人都好。And then when she heard another singer who was very good, she started to feel jealous. 当她听到某个歌手呢唱得非常好的时候，他开始嫉妒。She cannot be better than me. I must be the best. 他说他不能比我好，我一定要成为那个最好的。After a while, she lost the joy of singing.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失去了唱歌的喜乐。Because each time she saw the other girl singing, she felt angry and jealous. 而每次他听到这个女生唱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嫉妒生气。How come she can sing better than me? 她为什么可以唱得比我好呢？ And she tried different ways of becoming, not only becoming better, but making the other person less good. 她不但要自己呢努力的唱得更好，她甚至要害那个人唱得没有这么好。And so started a big fight in church choir. 那么这个诗歌班哦，教会里面的诗歌班就开始呢有这个打斗。You ever see that happening in church? 你是否看见这样事情在教会里面发生吗？ Where we fight with each other, quarrel with each other, who is better, who is more hardworking, who has better ideas? 我们彼此的在争斗争执，说谁的这个点子比较好。And the joy of receiving the gift from God begins to go away. We sacrifice that joy.神给我们的这个恩赐的这个喜乐，我们却失去了。You se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seemed like children that this prostitute threw away was the joy in our hearts that we sacrificed away. 在以西结书里面说的这个这个女人把这个自己的孩子呢给牺牲掉，给丢弃掉，就是好像我们把这个喜乐，神给我们的喜乐给。This prostitute wanted to be the most famous, most liked prostitute woman in the world. 这个妓女呢，她想要成为呢，世界上最有吸引力、最漂亮的女人。And she sacrificed, threw away all the blessings that came with it, like a joy, like the gift of the Spirit, like service to God. 她把一切呢美好的神所赐给他的那所带着喜乐的这些恩赐，这些神所给他的福分，全部都牺牲掉。God made each of us very beautiful with special gifts. 神把我们弄得很漂亮，
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恩赐。For some, it's a wonderful smile. 有一些人呢，很简单的，就是很美好的一个笑容。For many, it is deep knowledge of God. 有一些人呢，是有很对神的这个知识非常的深奥。For some, it's ability to do a lot of things for God, run here, run there, serve God in many ways. 有一些呢，为着神东奔西跑，在侍奉神。But sometimes we lose that joy of serving God, of giving to God, of receiving from God. 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却失去了侍奉神，从神那里得着的福分，我们都失去了这个喜乐。Pride and vanity sinks into us. 因为傲气呢，跟这个虚荣心，进入了我们的心里面。Often I've heard people say, "Wow, I've been a Christian 50 years. This person really don't know God." 有时候你会听到人家说，哎，我已经是五十年的基督徒了。这个人哦，其实他不认识神。My question is, if you have known Jesus 50 years, are you celebrating that Jesus is in your life?如果你是五十岁的这个基督徒，我想要问你呢，你是否呢在欢庆你在基督里面的五十年 ？Is there that 50 years of joy of knowing Jesus？ 你是否有着那五十年的认识耶稣的喜乐 ？Or is it just that old pride that says I was a Christian longer than you？ 还是呢，你有着那个老基督徒的傲气，觉得我比你更年长？在基督里面更年长。You see, each of us got lifted from where we were. 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呢，都是由神把我们提拔起来的。And then God made us beautiful. 让神也让我们成为那漂亮美好的。In Revelation chapter 2, God speaks to the church in Ephesus. 启示录呢，第二章。神对这个以弗所教会说话。God says, "I know you're very hardworking." 神说我知道你很勤奋。I know you do a lot of things for God. 我知道你为我做很多事情。But then you have forgotten how to love me. 但是呢，你忘了怎么来爱我。You've forgotten what the joy it was when you were in love with me. 你忘了当初跟我相爱的时候的那份喜乐。And that is a tragedy.那是非常悲哀的。And so God says, "Come back and love me." 所以神说，回来我这边爱我。You see, so in verse 59 onwards from this passage, God says, "Yes, you have walked away from me." 而这章经文的59节那里说，是的，你从我这里离开了。And you will carry the suffer the consequences of walking away from me. 你要付出这个离开我的代价。You se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need to remember is that God forgives our sins, but we still have to bear the consequences of our sin. 我们要知道呢，是的，神宽恕我们的，赦免我们的这个罪，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会因为我们的罪而付出代价。You commit a crime, God forgives you and will love you.But you may end up in prison. 你这个犯了罪，神宽恕了你，但是呢，你还是要什么付出那个代价，可能去坐监牢。But wherever you are, even in prison, God loves you, but you still must pay. Very often, you got to pay the consequences of your sin. 即使你在监牢里面，神还是爱你的，但是你要为你的罪付出那个代价。You do an injustice to someone.That person may take revenge on you. God will comfort you, but that person will still take revenge on you. 你对某个人做了不好的事情，他来复仇，你会遭受那个复仇的代价。但是呢，神还是爱你的。That's why in verse 59, God says, "I will deal with you as you have done." 所以在五十九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这轻看誓言、背弃。盟约的，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You have done all this wrong, you will bear the consequences, the fruit of what you have done. 你所犯的这些错误，你必须付出代价。But then he says in verse 60, "Yet I will remember my covenant in the days of your youth, and will establish for you an everlasting covenant." 但在
第六十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定永约。What God was saying is that I will still remember the time when you loved me very much and that promise you made, and I will keep that promise to you forever. 这是神在跟他们说，我记得你们那个时候非常的爱我，而我和你们立的约，我也会记得。What God is saying is that long ago, when you first knew me, you gave your heart to me, and I will always remember that. 就是神就是如此说，你当时刚认识我的时候，你如何的爱我，我会记得那个时候。But when you walk away from me, you will go through a time of great difficulty. 当你离开我的时候呢，你会经历很大的困难。You may lose your joy. 你可能失去你的喜乐。You may lose your peace. 你可能会失去那个平安。You may lose that beauty that you once had. 你会失去你曾经所拥有的美好。But I will never forget your love for me from the start. 但是呢，我不会忘记你起初对我的爱。And so I will draw you back to myself. 所以啊，我会把你带回我的身边来。And you will be sorry for all that you have done.This period, 你会为你这个时间这段时间里面所犯的错误呢而回后悔。But when you come back to me, you will receive the joy that you first had. 但是呢，当你回到我身边的时候，你将会再次得着原来的喜乐。And so we hear this story of God and the baby who became a prostitute.所以我们会听见这个故事，有关这个婴孩成长成一个妓女的故事。And so we ask ourselves these questions. 所以我们要问自己这个问题 ：What was I like when God first came and rescued me？ 当神当初初初拯救我的时候，我是如何的 ？How beautiful did He make my life？ 那是多么美好的！Can you remember that love, that friendship you had with God from the beginning? 你是否记得当时你跟神的之间的爱和关系？ When you walked with God, talked to God, served God with a full joy. 当你跟神一起同行，当你在侍奉神那个喜乐。And then we ask ourselves, have we lost that?那我们问问自己呢，我们是否已经失去了那个喜乐 ？Is God still exciting to me？ 神对我来说是否还继续这个充满着兴奋 ？Is God still dear to my heart？ 神是否对我来说是那么的宝贵 ？Do I still serve God with all that gifts, with generosity, with gratitude, with great delight？ 我是否呢，用着神赐给我的所有恩赐呢？带着一个慷慨的心，然后一个充满爱的心。And if things have changed a lot, then God says, "Come back to me, and I will restore all these to you." 如果这一切都有改变了呢？神跟你说，回到我身边，我会让这些重现。Never too late. 不会太迟。Let us pray. 我们一起来祷告。Father, remind us of the joy of our salvation. 主啊，提醒我们，我们当时得到救恩的时候的那份喜乐。Remind us of the love we had for you when we first knew you. 让我们记起呢，我们刚刚认识您的时候对您的那份爱。Remind us of the excitement and the joy we had when you gave us gifts. 当您当时给我们这个恩赐的时候，我们的那份喜乐。And how willing we were to serve you with joy. 当时我们是充满着喜乐的来侍奉您。Father, bring back all of these memories that we. 主啊，把这一切的
记忆呢，从此再次的呢带回我们当中。Of the pure love we had for you when we first knew you. 让我们记起我们刚认识您那纯正的爱，对您的纯正的爱。And Father, make us long for those that joy again. 天父，让我们积极的追随这份爱。That we may come back to you again and again. 让我们再次的回到您的身边。We ask in Jesus' name. 奉主耶稣之名。Amen. Amen. 弟兄姊妹，我好吧，我们唱我们基督诗歌，主你是我的力量。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尘缘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我的诗歌，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真的是存着满心的来感谢你，可以来赞美你，可以同在，可以来领受你给我们的这个圣餐，所以我们要以感谢的心来做这个感恩经文。愿主与你同在，你们的心里当仰望主。让我们一起来感谢我主上帝。无论何时何地，感谢我主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是应当的。我们的上帝，为了要救赎我们，你恩膏了圣子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受苦受死复活，救我们脱离罪恶以及死亡的奴役，
并借着水与灵和我们立一个新约。在耶稣为我们舍己的那夜，他拿起饼来，他祝谢，掰开，他分给他的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饭后照样拿起杯来，献上感谢，递给门徒说，你们都要喝，因为这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众人流的，使罪得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因此我们要纪念你在耶稣基督里大能的作为，我们要在赞美以及感谢中来献上自己，作为圣洁的活祭，以基督为我们所献上的祭联合，共同来宣告信仰的奥秘。基督已经复活，基督必将再来，求主让圣灵来浇灌在此聚集的会众，也祝圣这饼以酒，使它成为基督的身体，以宝血来赐予我们，使我们在世上迎蒙着他的宝血救赎，成为基督的身体。也求你借着你的圣灵，使我们与基督合而为一，也彼此合一，并在普世的事工合一，只等到在耶稣在最后的得胜中降临，让我们得以在天上的宴席与基督一同坐席。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在圣灵在你的圣教会中，愿一切尊贵荣耀都归给全能的父，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会众，你们可以上前来领受圣餐。会众请起立。来，我们来先掰开这个饼。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身体，在我们领受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与基督合一，所以我们与大家也一起在这个圣教会当中合一。阿们。大家一起领受。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阿们。大家一起领受。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这个感恩祷文。我圣的上帝，我们因你为我们舍身的奥秘而感谢你，求主赐我们圣灵的能力，使我们进入世界为别人舍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祝福祷告。随愿上帝的恩惠，主耶稣基督的同在，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阿们。会众请坐。